我不是江湖无名小卒，机缘巧合之下得高人指点，学了一招武林绝世，也是这武林分身争得武林门主之位，一路披荆斩棘，过关斩将，挑战各大江湖门派，一举过台神器，习得独门秘籍，只要攻下这武林帮派，我就是武林盟主了，上天入地，唯我独尊。兄弟们，来武当救我！